京一有冇睇啊？我有睇呢场。哦，咁啊，咁京一睇啦。得啦，我哋饮杯嘢先。恶踢嘅你先得，同埋系一定系开势嘅。因为你呢场并非矛盾之战啊嘛，两个都系盾牌嚟嘅，咁但系你已经可以预计得到系马体焗住攻噶啦，咁佢其实系攻啫，其实马体嗰只攻系防守嚟噶嘛，佢只不过将佢后防守中场同埋中间推前去围住李斯特城，唔俾佢冲出，同埋真系个领呢个领队系执过晒，同即系之前个领队争好远。哇！你真係直情，即係講同阿雲尼亞利，雲尼亞利真係好遠。你見到成個李斯特城嘅後場好似茶樓咁樣樣，茶樓啲企位咧，佢加埋馬體會，你知大家個防守好全神啊！你呢個即係你知大家個防守類型都好相似，即係變咗。李斯特城滲埋馬體會嗰啲人咧，就企得好撚。我係補充啊，係好似香港啲茶樓咯。係啦，好似香港即係咧，嗰啲台密度咧，行都行唔到嘅。係啊，行都行唔到。就見到即係咪你見到個紙客嘅嗰個位咧，就有好多人排緊隊嘅。即係所以你見到阿華啲好辛苦㗎，佢推住阿點心車喺幾個人喺度左捐右捐。佢又扭到出嚟喎，佢擺脱咗幾次啊，佢幾勁啊，不過真係冇人上嚟支援得到佢。